我给咱家孩子来了，我的妈的！你们快走，快走！好了，我们现在水缸已经抽了差不多了，鱼现出原形了，我这都迫不及待想抓。哇，一只小狗鲨哈，狗鲨半斤多。来，拴住吧，很温顺。哎，这里，哇，真贵呀、啊！哇，吃点红包，这一斤要四百多，很漂亮，一斤多呀。嗯，黑条，我今天带这个手套不好抓鱼。你的这头出来了哈，嗯，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哇，鲈鱼，漂亮！现在鲈鱼很贵啊，一斤要五六十。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都是鱼，都是鱼，拴住吧。哇，这肚里面很多鱼。他妈的，又是包公哈，漂亮，一斤多。这里还有，里面呢？来，这什么鱼？黑条，黑条，黑条，好货，好货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，这里还有一条，这里还有。又来只黑钓，幺六三，这个是看到没？放到这边来了，嗯，是大波龟，哎，这个是小品哎，黄鱼，黄鱼，到这边了，你看，这个石头把它敲了，头露出来了，这个粉丝，哇，血盆大口，哦，鳗鱼，鳗鱼。把这个大石头拿到、嗯、哦，黑雕还有一个什么东西、哦、哇，这个是青帮哈、哦、这一斤也要120，你看青帮怕死掉了哇，这是什么，哇，发麻了，这个特补啊，拿来了加油站这是有一斤多了，这一斤也要100块钱，别提了，我不咬了，我不咬了，哦，看他手，快点，快点，咬伤了，好像是螃蟹还是什么，咬一口，螃蟹，你刚刚有只盲鱼，手给它咬一下，抽水，八爪鱼跑出来了，好嘞，哎，盲鱼在这里抓住了，啊，操，咬我。嗯，应该没有了吧？不知道，还有，再找一下。好了，我们抓的差不多了，上去看一下牛叔哈。来看一下牛，我抬，你抬。啊，牛叔，啊，漂亮啊，这么多种，哪种最值钱啊？
鱼吹对了，我把鱼。接来呢？一般再两次。可以，快点。好了，我们鱼我抓差不多了，看过了，阿峰船在那边。最近的风浪比较大，阿峰在船上看船，我们叫阿峰回来救我们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一会儿帮他们包装一下，他们马上走了哈，然后这直接桶给他们带走了。好了，我们一会儿已经给吴总装车了哈，虽然今天一会儿不多，但是还是很开心，满满的一天啊。吴总，好，现在谢谢，走，哎，孙哥，感谢你了，哎，啊，给你辛苦了，哎，拜拜，哎，下次再见，哎。我是阿森，昨天我朋友送了一只八九斤的驴头给我，叫我拿去吃，我不知道煮，我们今天特意拿出来打窝打一下，希望鱼货多多吧，也不要辜负我朋友的一片心意啊。来，我们打窝这个底槽坑，一二三，鱼货多多，不知道吗？走了，回去，我们过五六天过来把它爬了啊。鱼货多多，哇！第一次水还没抽干，龙虾就出来了。这个有七八两，刚好给我老爸过生日晚上吃了。你完蛋了，还是拿去卖吧，比较值钱。这里，哇，肥肥的大包公，非常肥啊！哎，哇，太多鱼了，哦，蓝鱼。哇，鲑鱼，鲑什么鲑？哇，这是龙胆，漂亮，两斤多，一斤一百八。哎，哎，红鳗，小红鳗一只哈。来，哇，珍珠鳗，最喜欢抓的鱼。来，还有这个垃圾带走。哎，石头蟹。这么大石头蟹，哎，哇，很屌！大包公一斤半，哇，红骨，又一只四五斤啊，漂亮！哎，哇，魔鬼鱼，漂亮！这个刺。小心点啊，阿峰！哎，这个拿过去，等下翅膀都拔掉，先扔到里面去。哎呦，是什么？冻甲鱼！哇，这个鱼很少见啊，牛尾鱼哈。哎，这里一只鳗鱼吧。哇，拔不掉。哇，躲在这里，永远找不到你的。很怕人吗？跑到这边来了。哇，里面藏龙卧虎啊，珍珠鳗一只。哎，鳗鱼在这里。哎，来船。哎，又跑到那里。哎，这里一只。哇，巨型包公啊，这个有两斤半，漂亮。看鳗鱼跑到这里来。哦，又跑到那去了。哦，给它摇出去。哦，抓头！你还想咬我？你这嘴巴，水给它摇一下，不知道有没事。还有，没事。哦，珍珠吧。哦。又一只河豚，你看这个河豚一会儿就大肚子，怀孕了。
哇，肚子不大，很屌。哦，蛤蟆，你看这么多黑毛，很多呗。这以后都是我们的菜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走，啤酒瓶带走，我们再来找来。已经这么大了。哇、哦，哎呦，这么多黑毛，哇，都是要米要米了。啊，哇，真的很好玩，这么多。前面一波都是这么多，很多啊，都是小鱼啊，这个明天都是我们的菜，放心，我们抓大鱼，小鱼不会。这么多小鱼，小吃有个很多，哎，小牛尾鱼，这么大了，还可以，莫说了，四五两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哇，大货！哦，哎，哦，这么大的红鳗，哦，跑到哪去？去，哦，哈哈，皮带呀，哦，我操，这，我这么大红鳗，有三四斤呢，不要不要抓。哎，抓一点！哇，这条起码有三斤多。哇，有人，这很屌，这么长。哇，不抓不抓，等一下被它咬了。来，继续，这条还是长条。哎，哇，我没摸过，这又一只龙虾，漂亮，这么大哈。这个叫小青龙，有个六七两，之前那一条也六七两，两兄弟。来。哎，这里，哎哎，什么？好像是犁头鲨，哇，这么大犁头鲨，金钱一样哈、啊。希望我们今年运气好好的，也像这个金钱滚滚而来，好不？哎，犁头鲨，量货量仔。哎，这里，哎呦呦，还好我抓到的后面，不然被它咬了，红花蟹。阿文，等一下，这是给你儿子吃。哎，这什么？又一只红鳗！好了，我们差不多摸好了，这个垃圾也带走。来，阿伯，我们回家卖钱去。哇、哦，今天收获还不错哈。今天可以。哎，回家。非常难走啊！我们现在回家了，回家卖钱，卖完钱给我老爷子过生日，走回家。一点红果一斤多少钱啊？两百八，400元的事。309。380，很久没卖钱了，今天卖2800，可以、啊，油钱除一下，然后发1300给你。恭喜收款1300元，发给你了，收到啊！我老爸过生日，你今天没空吗？我没空啊。那个我要去陪我的爸过生日，你去吧，待会祝姥姥日生日快乐啊！好，谢谢。好。陪我的老爸过生日，我跟妹妹特意去买一双鞋给爸爸哈，祝他生日快乐。来，大家这里。70几岁了，不容易。来，大家这里，你看这里，讲一下。你漂亮，这个就是可以啊。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！
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你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吃饭哈，我们大家也不应付大家了，喜欢阿斯感慨的加个关注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